哥哥呀，快看看你家弟弟又在地上打滚了。当地板脏了，我们弟弟是懂怎么打扫卫生的。四仰八叉先趴下，拍起各种蹭蹭蹭，要学会利用屁股助力，能滑过去绝对不站起来走。其实挺好的，起码弟弟没有当众爬过去。逐渐找到了乐趣，就是有点费裤子呀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姿势一般人还扭不好呢。这滑得多好，你倒穿条深色的裤子呀。180的大个子，你是怎么把自己圈得那么小只的呀？往前一滑，衔接得如此自然呀。体育生都爱在地上打滚吧，咱就说王小猪，你费不费裤子吧。 Nice.